咱学佛啊，必定爱将咱的内心用最虔诚啊的心啊，接受佛所教啊，虔诚，那就是爱一心啊，无杂念，安尼这是真虔诚。所以啊，《无量义经》啊，这段文又是安尼讲：有文莫不心已开啊，无量生死种结断，有文获得殊多烦，殊多阿那阿罗汉。咱听经的态度，吼，那用最虔诚的心，真心受法啊，法入心啊，就易开解啦。尤其是无量生死种结断，咱人生啊，在人间。忙忙碌碌啊，纷纷扰扰啊，到底呢？安怎来啊？安怎去啊？拢总唔知。只是呢，在这生中啊，啊人啊，我啊，是甲非啊，都是安尼连结掉呢，人我是非。不断啊，伫咧接受连环，即互相牵连啊，生死呢哪会断呢？咱的心呢要哪会静呢？所讲的生死，意思就是生灭的意思。一方面写，将咱的心。心的生住异灭来讲，另外呢，一方面写细汉大汉到往生，这个生老病死，干那伫这个心灵的生灭啊，一天都唔知有几处的生灭啊，听话啦。在现在听，听了后，连咪一个境界来呢？哦，这个心的生灭啊，又是个起落不定啦、啊，真正是由不得自己。何况讲这真正辛苦啊，这无常，什么时阵来，咱唔知。那来，咱成长大汉，会当到老无嘛？唔知，更搁较麻烦呢。是去的时，是要去倒位呢？也嘛唔知。这呢，就是无量生死的苦啊！咱学佛，就是希望会当通断除这种不知不觉。所以人现在有形咯，得人心啊，闻佛法啊，听佛法了后，咱必定爱用真虔诚的心，听着法入心，自然就是有闻莫不心已开，这个心意哦，那心是集气。的意思啦，意呢就是数量的意思吼、哦。只要你用虔诚的心，真正听落去啦，哦，这个法啦，了解啦，本来呢内心充满烦恼，闻法了后呢，咱心格解开啦，所以叫做心意开哦。自然啦、啊，
无量生死种结断，种都是真多真多啊！唔知几生几世，咱都已经牵来啊，牵来安尼连连不断呢，哦，因缘不休，这呢就是累积偌久的迄个种结，那么结结集的意思吼，那、这结集啦，是结集什么呢？结集烦恼，也就是烦恼的译名，结就是烦恼啦。意思就是讲，烦恼的因就是从结集来，结集了无量数的烦恼，所以就伫这个生死中呢，袂当通好讲断吼，所以这叫做结。结都是未断的物件，连连结结啊！啊，昨个代志该拖来今仔日吼，过去生啊的因缘呢，嘛是牵引伫现在生，亲像安尼连连结结啊，伫这个生死中，所以叫做烦恼，烦恼生死，这是这个结字吼。所以在大乘义种的内底呢，伊就安尼讲：结集成数，目之为结，还是同款结。那断结即解脱啦。你若会晓断除迄个结，就是烦恼的开头。你会晓解断除啦，那安尼呢，成数那就会当了断。烦恼起伫呢，咱的心清净，自然听法啊，获得殊途欢，殊途含，阿那含阿罗汉吼。所以啊，殊途欢是初果，殊途含是二果，阿那含是三果，阿罗汉是四果吼。所以也当头正这个四果位，这是消行，去掉烦恼的阶段。咱家的学佛啊，咱要学的是大乘，那大含笑，你这个消行呢，这个烦恼无去除啦。那大乘啊，行菩萨道的人。心还阁挂着烦恼，是要安怎行菩萨道呢？所以啊，断烦恼呢，是咱修行人啊，发心入观啊，要修行一定呢，爱经过的路，这是咱爱用心去体会。那《法华经》啊，就讲啊。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定，其所如行沙，殊有佛光照。佛的光明会当通照耀啊！修行者伊伫咧修行的心态吼，那修行的过程啊，同款，因为行大乘法嘛，菩萨道啊。那必定呢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布施啊，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，这就是啊，修大乘法的人不得欠少，所以呢，行施忍辱吼，行布施啦，都爱忍辱啦，这人真多，发心立愿呐，譬如。行沙，有的人呢，就是已经伫咧身体力行；有的人呢，心灵啊，迄、那个智慧也未开启，不过伊还是本具佛性，所以啊，如行沙，真呢，殊有佛光照。还佫有真侪人也未得到这种智慧光明啊！所以呢，佛光
是永恒啦，永远就亲像太阳，永恒照耀，就是呢，众生家己的心业啦，心啊，安尼伫咧转啦，心那有烦恼，哪怕是太阳当空啦，都亲像背面伫太阳里，那都是乌暗咯吼。那只要咱众生啊，好好个心呢，转动一下，那就面对光明。所以啊，佛光是永恒啊。现在佫讲哦，又见诸菩萨啊，深入诸禅定，身心即不动，以求无上道。不思其界忍辱精进，那就是禅定咯吼。咱爱精进啊，精进除了呢，入灵群中啊，去布施去精进，布施中呢会碰到困难，咱呢爱进而不退。那么这呢要练就了咱的定心，吼、哦、那。要定心嘛，必定呢，爱禅，深入诸禅定。禅的意思呢，就是叫做思维。这个思维呀、啊，就是省思、反省、思维。咱爱家己好，家己有一个空间呐、啊，对啊。人对人的中间代志发生，到底是要让咱受气，要让咱烦恼，等等啦，咱爱有这个思维，好好思维这个吼，那安怎来处理？这就是咱爱反省思维的空间，这叫做修修养啦。定啊，甲逐个人讲，咱的习性啦，都是爱修。咱的学习，甲咱的习气呢，人甲咱忍一下，啊，咱用怒目相对一下，这都是习气吼。那修就是咱人的怒目啊，咱呢就是用助用，那助眼是众生嘛。好、哦、啊，那会当安尼啦，这必定爱。咱的习气修好呢，自然啦、啊，这个对待的境界呢，那都会当缓和落来吼、哦。所以叫做修习的意思，习亦做静力吼，那就是心体即静。咱的心呢？看任何一个人的境界，咱呢，拢总是用宽容，会当用忍的心啦，这呢就已经够个静力，咱的心已经是宁静，什么款的境界呢，都未来动咱的心，所以叫做心体即静，心会家己的本体啦。就是回归到咱原来的本质吼，那就是接近佛性，那就是心体即静咯吼。所以讲，定定者就是心定志一境，二离散乱妄动之意。咱的心呢，就是定在一个境界，那就是不动摇啊，静寂清定啊。所以这种
定志一境二理散乱妄动之意，就是这些散乱妄动啦，都未伫咱的心境安尼鼓动起来，和咱的心呢，不管伊周围的环境是安怎的散乱，那都未和咱的心起妄念，所以咱的心还是这么只宁静啦，啊，定在一境哦，真的就是。定的境界，也就是一心静思，叫做舍那吼，是心境静念，就是定。不管外面的境界是安怎，那和咱的心境呢，咱总未受外面的境界甲咱摇动。咱都爱有安尼的境界啊，咱这心的觉啊，才袂搁再连连滴滴。家己吼，再来讲吼，又见诸菩萨地法寂灭相，各以其国土说法救佛道。这个佛光照耀啊，咱搁再看到啦，看到诸菩萨地法寂灭相，这个已经了解啊，这个法是寂灭的。真正的法啦，无生无灭，才真正是真法吼。那真空中有妙有啊，妙有中有真空，所以这个人已经心灵的各位气地啦，习气已降伏啦，这各以其国度说法救佛道，也过会当。在每一个境界，这个国度就是咱面对的人群，咱的心境所对的世界，有气世间呐、人世间等等呐，咱呢都有法度面对人啊，梳理清楚啊，会当说法。除了说法呢，咱还是不断求佛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已经发心的人，在个人的境界周围啊，都会当说法求佛道。这意思就是讲，说因成就中，这因一直咧成就的过程啦，所见到。菩萨行六波罗蜜，这个行六波罗蜜呢，就是一个在咧修行的过程。这段文呐、啊，就是已经发心啦吼，那真真正正心境呢，还是真正了解法的意义。虽然呐、啊，咱一个是在咧修行进行中，不过呢，法。真清楚吼，所以讲，地法就未上，这个、一定呢，就是非正根本地不能地。咱一定要了解寂灭法，咱都内心呐、啊，爱对这个根本地，咱爱真了解。那无了解这个根本地呢，啊，都无法度知影这个。寂灭法哦，干那知啦知啦，啊到底知是安怎寂灭呢？啊，我无啥了解啦，真呢，就是也未证。咱干那知，咱家己心那无体悟啦，咱哪有法度呢？地法寂灭相呢？所以咱要过真多，爱去落的功夫哦，所以啊。地法寂灭相，即为不智。不智就是智慧啦。说法求佛道呢，就是获得地。咱了解了这个法了后呢，咱会当好入灵群呐。在灵群中呢，会当真正的平等。常常讲慈悲顶观，地呢是分别地。慧呢是平等慧吼，
虽然应该爱了解这两种的境地无疑，不去分别明根本地，这个境啦，咱若会当到甲地甲慧呢，按合并起来呢，啊，境界都是同款吼，不去分别什么款的境界，啊，那有什么分别呢？人都是共一项。寂灭清净佛性，大家人拢平平定定，只是呢，这个后来的环境啊，自然呢，大家伫咧起分别啦，识吼，咱即马呢，就是要甲识转为智，好，转识成智啦，这个慧呢，才会当完成吼，干那智识无够，咱必定呢爱。智慧分别一切差别之相，这是在前境，那就是智。那到最后呢，就是慧照分明啦，这就是何得智。所以讲起来，智有两种，一种是根本智，一种呢到最后就是何得智，这呢。就是咱所要追求的吼，那就是说法求佛道，咱必定呢智慧合合啦，才会当呢家己自觉觉他，才有法度觉性圆满。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，佛道也过足远的啦吼，菩萨道呢还是爱不断精进。啊，袂用个气地了讲吼，安怎叫做断烦恼是小乘法？唔是，它也是大乘法进行中呢。咱必定爱断除个烦恼，解除咱个习气，咱才有法度呢。而且两地合一啦吼，安尼分明啊，这个境界。所以希望大家人时时爱。多用心。